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9号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只股的那个和这个 BC Camp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的那个的股价呢有点不妙，主要原因就是它这个指示线已经往上移，压过它现在的股价。它收盘价是14.64，指示线跟趋势线14.90。已经是压住它了，这个呢是一个卖出讯号，它的支撑呢大概就是在13.90，也就是这个 POC。如果你现在拥有这只的那个的话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如果它跌破这个支撑13.90的话，这个呢就是一个卖出讯号，这个就是的那个。另外一只是 BC Camp，之前有分析过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呢。它的这个筹码主力线、主支线跟蓝支线5.40，我很久之前我就说过，如果它在5.40有机会止跌回升弹上去，是可以做一个反弹的。目标价呢，大概就是在6.00。现在呢，它又开始往这个5.40支撑，很大机会呢，它会在5.40这边就止跌回升弹上去。一定要有这个止跌回升的信号，那个呢就是一个买入信号。如果买入的话，目标价呢就是6.00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在留言区打上一，给我知道。如果你想向我问股的话呢，可以加入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 member，只是需要请我喝杯咖啡，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双剑的交易策略。我们会用 TradingView Screener 找出强势上升股和财务报表优良的潜力股，通过筹码主力线、筹码峰、图表形态、蜡烛形态和均线，精准锁定买入点、止损位和目标价位，提前部署，买在起涨点。卖在高点，加上资金管理策略，做到赢大输小。现在你可以免费加入双剑 WhatsApp VIP Group，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赚钱。详情请查看评论区，谢谢大家。想要免费加入双剑 WhatsApp VIP Group 小组吗？点击双剑专属链接，注册、开户并入金，前12个月完全免费，才格外赠送3个月双剑独家指标。我们将分享投资组合和潜能股，教你如何提前部署，买在起涨点，卖在高点。更有基本面与技术分析结合的双剑合璧技巧，助你精准掌握市场机会。马上点击连接加入吧！双剑独门指标，让你的投资更精准。筹码主力线，轻松看清主力资金动向，预判股价未来走势。牛熊指标，清楚展示股价趋势的转折点。六均线意图搞定短中长期趋势，再配合筹码峰提前部署，买在起涨点，卖在高点，双剑指标助你掌控市场节奏。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双剑的交易策略。我们会用 TradingView Screener 找出强势上升股和财务报表优良的潜力股，通过筹码主力线、筹码峰、图表形态、蜡烛形态和均线，精准锁定买入点、止损位和目标价位，提前部署，买在起涨点，卖在高点，加上资金管理策略，做到赢大输小。现在你可以免费加入双剑 WhatsApp VIP Group，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赚钱。详情请查看评论区，谢谢大家。